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用釉料去做仿玉石底纹的做法。首先我们将调好墨绿和嫩黄色的釉料，找一定的布局去用斜角刷上料。上好料以后呢，我们紧接着用宽毛刷不同方向的轻轻去弱化。这个釉料呢干燥的非常慢，所以给大家充分的时间去弱化。我们在做弱化的同时，如果感觉哪个位置不自然呢，我们还可以在它的表面做一些其他颜色的布局，这样呢仿玉石的底纹我们就做好了。下面呢咱们看一看我们实际工地运用釉料做出的仿玉石的效果是不是非常接近咱们天然的玉石。喜欢的朋友呢给个双击加关注。